季冲，请勿了，我们必须得赶快找到博王他们，咱们分头去找。不行，你一个人我不放心。就让他代替你保护我。我的武功是你教的，对我要有信心。待会儿见。这行，一定要小心。只要大难不死，海蝶文言呢？小心，逃！海蝶，海蝶，海蝶！咱们已经走远，博王该也安心现身了。殿下，不如殿下先行一步，由瑶姬返回长生岭。不，本王要亲自去，说不定也有惊喜在等着本王。全军折返。文言，醒醒，主子来救咱们了，咱平安了。文言，文言，文言。文言，怎么有回血？他中毒了。主子，楚文归曾怕我们死里逃生，逼我们服下了剧毒，但当时文言已给我们服下他贴身藏起的解药了。解药？是他藏在小腿里的那个解药？对啊。那个解药虽可解百毒，但经络不通则用药无功，所以对经络已断、武功全失的文言来说毫无作用。没有作用，没有作用，他为何不告诉我们啊？他要是告诉你们真相，你们俩又怎么可能独活？文言，此去长生林擒拿博王，随时备好剑，只要看到博王，杀无赦。马宅星，太伯也去长生林，其他人随本王来抓捕皇军。殿下，这可能是诱敌之计，不如我们先撤吧。
他难得落单，活捉皇女定会重挫禁军的士气，终将是随本王出发。走，主人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得想办法赶快通知博王，马寨心有危险了，没住他，别让他给跑了。 马摘星，没想到你真的是一个人呐！这些箭本是为博王准备，没想到却用在了你的身上，这也是你们的缘分。习惯了你的深邃。 今天谁也别想离开这里。我断后，你带摘星先走。这回也该轮到我把摘星交给你了。记住，好啊，人都到齐了，不枉本王布下天罗地网。 谁敢动他们一根汗毛，我就抹脖子！来啊！若本公主死于此地，别说你了，就算楚葵，都别想活着离开！你！ 文言。